今天星期一，带您吃炸鸡，欢迎收看全球首档吃鸡味美食探店店，不吃鸡，我是许太阳，对吧？许太阳炸鸡店的 vlog 第二期啊，今天主要的任务啊就是拍摄这个我们炸鸡的美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现在找了个圈里非常有名的大师，这就是我们北京餐饮圈最有名的张老师。张老师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然后呢，专门来给我们炸鸡店拍这个炸鸡的产品图，现在呢正在布景，一会儿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先拍针，产品是后面背景是红色，是吧？前面看你这，反正现在定的是。现在准备食材，三四对。你看，能放。让他看。你让这张老师看怎么放。实时反图，对，先把影子光好，不完景，完了还得不停的捯饬，要找完美的光线和角度，这比想象中复杂多了。所以你说这专业跟不专业差好多呀，我天！你这一下子就拥有我们好几个铁粉啊，哎，感谢，我们关注一下。哦，这是第一批图，对吧？就先拍我们的面，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红的比较好。一上午了，就拍了一个面条，还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，这事儿真的不简单，比想象中复杂的多。您先怎么拍一张？我看看这样，看着是不是个吃根儿？完了，咱再你这样，这样斜一点，这个是不是你头上的？来，这头的，这样，对，这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像，不像是个吃根儿，这也不像是个吃根儿，这是被拔掉的。嗯，这个还凑合，这个还行。先留着啊。来，你手机能拍出这样吗？这手机别逼我。看我们的大鸡腿，好大呀！其实它整个拍摄的过程全是作弊，你知道吗？后边插着筷子，然后把筷子劈掉，我天！对，这种飞的都可以。啊，然后就是往下的，咱们牛一点，就是一次倒完，就跟那个坡上面去似的。哦，啪一下。你一直连线倒的话，那不就不行吗？哦。六个小时了，然后拍了三个品，最慢的是那鸡翅根，超级慢。我们的炸鸡都拍完了，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产品，就是我。你看我连衣服都换好了，对吧？还得拍个厨师服。哎。是不是有点那意思了？就再戴个帽子。哎呀，也就只能这样了。就大概就拍完了啊，反正一天时间确实比想象中要复杂。然后呢，可以稍微看一眼，对吧？给你们看一张比较精彩的，其他的照片有机会就再让你们看。反正最后用什么不一样，还好这个张老师比较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大概就是这么情况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全球首档吃鸡味美食探店节目《周一吃鸡》，我是许太阳，咱们下周见，拜拜。